小妹，姊妹啊，烦呢，我还在玩呢，回家了。耶、yeah。小麦，你以后有没有想要做什么？小麦，你是想说……我就不想种田了啊！水泉水怎么种的那么好？没什么了。那你可以教我吗？可以啊，你只要每天来这边。你们两个在聊什么？没什么，只是我觉得种小麦很好而已啊。这根是你种的吗？嗯，对啊。依我的经验，这看起来就快死了。哎、欸，你干什么了？妹妹，你干嘛、啊？没有啊，那根就反正就死了，把它拔起来是刚好而已。我跟你讲，不要太过分哦。像你这种只会在旁边玩手机的人，根本就不懂大家辛苦。没关系，我还有多种一个。子曼，要陪爷爷一起去看一下田吗？爷爷，我想去种小麦。真的假的？没有了，只是学校作业而已。子曼，你这样不行啦！一直贪玩怎么能成功？烦呢、欸，我只是想种个小麦，一直叫我做一些没意义的事情。就像一台火车，如果没有工人环锁的建造起一条条工整的轨道。那世界上最快的火车，就只能永远停在原地。台上这几位同学都是这学期种植小麦表现得很好的同学，我们给他一个热情的掌声鼓励。好，谢谢你们，谢谢你们。我知道我们颁奖已经结束了，但是我想要再颁一个特别的奖，我们邀请子麦同学上台。其实老师想跟你们说的是，小麦种植的成不成功那是一回事，重点是你们有没有努力往上的精神。小麦这学期进步很多，我们再给他一次热烈的掌声鼓励。
慢。不好啊，我们要走了。好。子曼，你想到以后要做什么了吗？其实我不会不喜欢种田。哎，我可没说什么啊。爷爷，您明明就很在意。我哪有？